这过去有媳妇儿，他有媳妇儿，一生生个压生成一个黑龙。也亲定啊。俺那也亲母的搬家，俺那俺那阿母娘啊，包罗盘那个，他真妈呢。俺那母族的，我们那传给他出金镖我几个。他的妈妈呀，一生生条黑龙，生条黑龙吧，这黑龙就他爸爸一看这是个不是个孩子，他爸爸上柳球赛道叫把他剁死，这个龙搁这头上不是纸窗户吗？他在这就出金镖我，搁撞开这窗户这就走了，走了这黑龙就走了，他爹刚嗯的，你心慢慢一擦这个把尾巴砍着一点，这他就跑了。完了，头上这个江是有个白龙站着，这个白龙江。完了，墓地里那么大妖王，出几个比拉都这个，比拉都这个，他爸就，他都搬进面。而县里墓地里头也进墓地里搬火，而几位躺那面。这个黑龙一跑就钻这大江里了，这个白龙啊就不要这黑龙，他俩就在里打架。黑龙啊。就给咱们这个托梦了，木的也进木的就给这个，也进木期间问等啊，先给木期间为个不等啊，我这买的不谈大面，哎，谈那个呢，我要脾气我就别拉的，真当那边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他说在这个黑龙啊，就给这个咱们的地下人就托梦了，这是个古桥啊，托梦完了，他说要冒白水呀、啊，你们就扔石头。要冒黑水呀、啊，你们就扔该了，扔胳膊，就这么的。这地人一看这总托梦，都上江边等着去了。这黑龙跟白龙打架，冒白沫子呀就往里赶奔扔石头，冒黑沫子就扔胳膊。这一扔来扔去，黑龙胜了，白龙败了。俺们这黑龙江这么说法。